23号，吴敏辉市长到台中市政府参加中台湾区域治理论坛，由台中市长罗秀燕以及新竹县长杨文科、苗栗县长徐耀昌、南投县长林明进、彰化县长王惠美、云林县长张丽生等等中部七县市的首长齐聚一堂，向社会大众共享区域治理的合作经验以及治理成果。该市长敏辉23号前往台中参加中台湾区域治理论坛，并甲中台湾七县市首长共同分享区域治理的经验甲成果。该市长敏辉表示，该市政策能甲中台湾其他六县市做为努力，无分哪里做为合作，共同分享成果。你目前在经济、农业、环保、交通甲观光方面，为188年到现在，七个县市已经达成58件区域合作案。你家市是全力共享世代移居的城市，市长敏辉也宣言，为家市开始在防疫、环保、经济等方面，将继续深化中部城市区的合作，共创中台湾共赢的时代。在中台湾的治理，嘉义是很小，可是我们却能够在跟中台湾的这一个的其他6县市一起努力，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嘉义市最大的光荣跟骄傲。我觉得一起共荣共享这一个城市未来，中台湾的未来，甚至影响到台湾，我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力量。那如果说台湾是民主，民主是不分男女，民主是要有是非有价值的，是要有黑白的，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一个论坛里面所显现的就是一种价值，让我们在努力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对的方向，更好的愿景。所以我想中台湾的论坛，这是让我们影响非常的大。谢谢秀燕，谢谢我们所有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的努力让我们觉得有满满的能量继续往前走。嘉义七夕节全民共享世代宜居的城市，用台湾话来讲，好世世代代好徛起，大大细细拢嘉义。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台湾人大家共同在这打拼的力量。最后我在这里谢谢，我想我承诺从嘉义市开始，在防疫、环保、经济等各面向深化中部城市区域合作，擘画中台湾共荣的新时代。而敏辉表示，该市是分家家休闲消费中心，即城是服务业，但因为疫情冲击，生活也受到影响。你在落实防疫的同时，拼经济、顾产业、抢商机是现在的任务。中央有备券也将在10月份发放，该市以加码方式破发市民2000元消费金，由公部门带头协助产业，并配合该市购物节活动，也希望大家维持防疫态度，踊跃到该市消费，更希望汇集7个县市经济资源，创新合作议题，让城市更加进步，进入新的治理时代。新闻台屏东采访报道。